第一個階段已經有了比賽結果了，我不準備宣布全部的分數，只是想告訴你現在哪三個地區是領先的。 We've got the results for the first round. I'm not going to announce all the results. I'm going to show you or give you the three leaders at this moment. And they are 領先的三個地區就是馬尼拉、Manila、台北、台北 and 吉隆坡。Kuala Lumpur， 恭喜曬三位歌手啊！咁但我要聲明一句咧，就係雖然佢哋三位喺第一個階段最高分啦，但係咁並不代表佢哋會係得到最佳歌手或者大獎喎，因為我哋繼續落嚟會有第二個階段嘅比賽嘅。好啊，我哋請第一位歌手出嚟。展開第二階段比賽嘅係澳門嘅何永華，佢唱嘅係《誰願分手》。